15个，但他带着这15个不同的队友拿到了4个世界冠军。就像他在赛前宣传片说的一样，第四冠为了我的队友。人生有的时候就像一趟有来无回的旅程，我们拿着单程票走上代表着时间的列车，但是 Faker 用他的专注热爱继续向我们证明，浪花淘尽，唯有 Faker 屹立不倒。在他身边的4名天才少年也终于在这一刻兑现了人们多年的期待。也许曾几何时，宙斯、Honor、Gumayusi 和 Caria 这四位年轻人认为自己距离那个世界冠军奖杯是那么的遥远，但在这一年，在继续这五个人的齐头并进之下，在 Faker 的带领之下，他们终于可以捧起那座他们梦寐以求的召唤师奖杯了。